好吼，啊，咱全国上届优秀哦，这个德林学习的执行长哦，当执行长。啊，咱这个徐老师啊，咱是真够是咱的副校长啊，美丽的司仪啊，吼，啊，各位是大家好啊。啊，首先啦吼，就是要小可说明一下，因为吼，咱公所用电吼，那确实咱遮用的，啊，搁全体办公室中用电的吼，可能跳电，所以讲，甲捌都定做一个决定啦吼，咱就以咱这个活动为优先，吼，啊，咱下骹这个办公室吼，暂时做电方案的啦，这个可能未来吼，这个设备上咱来慢慢来。啊，所以讲，用法是讲咱实在是足重视咱这个活动，吼、哦。哇，他到来，我就听你，听大家你讲咱的乐龄中心这个住所，我看起来是，健康快乐过财善嘛，吼、哦。哦，这个是最好，因为吼，人讲人送身体用嘛，人送身体用，你有听过？那咱心情也快乐吼，身体就好了。啊，身体好，当然咱都话都，我继续照顾咱的家庭生活。啊，今仔日我伫这个咱这个阿公阿嬷节吼，是第四年的举办，你实在足无简单，因为就表示讲吼，咱这个国家拄开始有这个阿公阿嬷节是咱张主席在想出来的第一个办，第四年，来给咱张主席来鼓励下。啊，因为这个吼有其他原因啦吼，啊，所以讲就派我来啊，众大家拢会吼来祝福吼。啊，当然啦，正欢迎咱这个咱新医院啦吼，全体师生师生啦吼，啊，过来咱这个李长吼，哦，三位李长嘛吼，比嘛李长啦，其他李长啦，啊，九月李长吼，啊，各国民吼，这个贵宾吼，啊，今仔非常欢喜来参加咱这个节庆活动吼，哦，节目到这个吼，我是讲希望讲大家拢他。轻松的一个心情啊，或者这毕竟就是讲要庆祝咱这个阿公阿妈节吼，因为咱也是对这个社会真大贡献，从少年变到即摆吼，啊不是老啦，就是讲变到这个年纪来吼，嘛拢准备咧接班吼，